Tiara 成网友剑拔柔情，规劝网友自制。靠着甜美又不失性感风格，在韩国歌坛占有一席之地，但可能是树大招风。网络上居然出现反提亚拉网站，攻击他们是整形美女，也有人在主页恶意放他们脸变形的照片。饱受网友抨击的提亚拉日前被任命为社群网站宣传大使，呼吁网友爱注意网络留言的分寸。사실저희티아라도연예인이라는직업으로서인터넷과자주하는일이많은데요아무래도저희방송을모니터를하다보면여러가지조언도해주시지만또그안에악성댓글을남겨주시는분도계셔서마음의다짐을가지기도하지만상처도받고있습니다또저희뿐만아니라이런것들때문에저희팬분들께도또피해를입는그런拥有这个 NT 粉的智妍在节目上谈到被网友攻击，眼泪也忍不住溃堤，现在采取不看不听不说的策略。苹果韩语教室，韩国狗球鞋。身为韩流偶像，一举一动难免被放大，智妍妹妹看开点，不如大骂西楼友，一笑置之吧。西楼友就是讨厌。还不赶快去念书！西楼友，虽然在网络上可以随心所欲的发言，但大家还是要遵守网络礼节哟。言一日 GQ 主持哟，言一日 GQ 主持哟。苹果的新闻，提亚拉下个月3日发新专辑报道。